小升初易错题，错误率高达94%。What is that? 那是什么 ？It's MP4， 它是一个 MP4。从字面翻译来看的话，一个选 A 或者是 B， 那么 C 选项呢直接排除掉。D 选项 the 表示特指，特指一般翻译为这或者是那，与题意不符，直接排除掉。那么 A 和 B 有什么区别呢 ？A 表示一个，一般放在辅音发音开头，我们叫做辅头 a。那么 N 表示一个，一般放在元音发音开头，元头 N。看一下这个单词 MP4， 那它开头的发音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开头字母是 M 的发音是 a， M 开头发音是 a， 这个 a 它是一个元音发音，它是一个短元音，元音发音，元头 N，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选的是 B 选项，你做对了吗？